21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录制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《非遗里的中国》节目组走进台江录制贵州篇。快一个月没有营业的舟山终于出来营业了。昨日舟山惊现贵州台江录制节目现场，凤苗迪开心的像个3岁的小孩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舟山一出场又点燃了整个现场的气氛。现场录制的路透一释出就火爆全网，甚至央视一套官微都艾特舟山放出路透，说舟山在《非遗里的中国》贵州篇录制现场，为家乡贵州打 call， 说贵州的民俗特别好，风景特别好，人特别好，美食也特别好，希望大家多多了解和爱上这个地方。全国乡村篮球大赛官微连发5-6条路透，并发博说2024年村 DA 现场，回到家的舟山开心的像个3岁的小朋友。舟山村 BA 现场与家乡队伍共舞，今晚舟山村 BA 现场开跳等内容。这些路透里你能看到舟山转圈圈打招呼，和大家一起蹦苗迪，和粉丝互动，还能看到舟山又在幸福四肢蹦蹦跳跳，活力四射。就问大家，看见新鲜的舟山是不是满血复活了呢？话说舟山如此尽心尽力的宣传家乡，贵州真的应该给舟山颁发一个奖。据悉该节目在 CCTV1 央视综合频道播出，敬请期待。说到演唱会一样，就感觉全场如果一起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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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我们在这里预约一下，周深的下一次演唱会必须把这个带上去，好不好？好啊！我立马回去想一想。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见证者。对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想想怎么去带进去。一定要兑现承诺。好的，然后也看到咱们传统的文化这样去慢慢越来越年轻化，走进大家身边，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新的融合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。也非常感谢大家。谢谢。小孩光着脚丫跑进阳光里，他像阵阵风迎着一场春雨，云的皮心的衣，一扎一扎收紧他Oh
昨晚周深现身北大夜跑现场，大屏不仅献上了动人的歌声，还参与到为你的深夜送束花的主题夜跑活动中，为北大的同学送去歌声祝福，瞬间点燃了整个校园。Hello，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非常开心能够带着音乐参与到为你的深夜送束花主题夜奔当中，用歌声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迎着光，追着光，向往而行为人，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奋力奔跑。很多同学都录到了北大夜跑现场的周深大屏，北京大学官微也艾特周深确认了这一消息，发博称，是谁收到了周深的独家歌声呢？原来是我自己呀。歌手周深北大专场夜奔映，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奋力奔跑吧，并上传了周深的口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并不是周深第一次与北大结缘，去年的三月份也是北大，周深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参与了电影《铃芽之旅》片方中国首映礼，并现场演唱了刚刚上线的电影同名中文主题曲《铃芽之旅》。又是羡慕别人家孩子的一天，优秀的人相互吸引，正能量的国民歌手周深和优秀的北大才子们温暖的互动相得益彰，听着周深的歌，跑步都更有劲了，隔壁清华的同学都要馋哭了，羡慕了。最后说一个好消息，周深将继续加盟第十二季跑男的录制，最新一季的奔跑吧将会本月底在广西南宁开始录制，大家又将很快可以看到周深的综艺节目了，这两天应该就会官宣了，期待期待呀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康师傅好汤品牌代言人周深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认真严肃的问题，人参。别紧张，我说的是长白山精选人参，那这次为大家带来限定口味康师傅人参老母鸡汤面，有甄选整只老母鸡，六小时细熬，四段慢炖，汤鲜味更纯，还有香甜的枣片和枸杞，更添加长白山精选人参，好吃又营养。3月24日晚，抖音康师傅食品旗舰店，我们见面细聊，持续关注 get 更多资讯和惊喜活动。3月24日晚，我们不见不散，我们见面吧。